有一点，所以有点紧张，忘记感。看我就是没有穿红色。哦，那你今天穿什么颜色？我想要走，等一下。你别看日子，吓死我也要走。跟我们看中，哦，我以为你要，我也走不到下去，他是失望的意思。我在香港拍戏的时候，因为我对这种东西没有，其实本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，但是刚好经过一个卖水晶的店，然后可能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在感应我这样子，就买回来了，就今天就死都要把它带在身上。是什么石头？忘了，它就是一个绿色的石头，因为有一个之前上一个 podcast， 绿啊是吗？绿钥匙还是青什么的，忘了，算是一个幸运物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去上一个 podcast， 那个他是一个算命的 podcast， 他说绿色对我好。哦，所以刚刚在台上就是有那个都是临时，没有啊，对啊，我就想就这样吧，看会有点已经飘走了，刚刚那个不知道是。我刚刚在干嘛？我自己有没有？最后来三十秒在台上，好像是哦。对啊，你现在有喝吗？你现在回喝了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刚刚就是小酌了一下，让自己稍微放松。因为颁奖我超紧张。所以其实，在念出你的名字之前那段时间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没有在想什么，但我在看高音轩的表情。因为如果是我的话，他的表情会不一样。啊，他有不一样，他怎样？然后我就，他就这样。哦，好细节呀！然后我就觉得，哦，那应该是我。今天会睡得蛮好的。我今天就不用在遛狗的时候继续在那边预言。对，拿着空气奖杯的，是拿真的奖杯了。这次可以拿真的奖杯。对，他们还没刻字，之后就会寄给我。好的，经纪人跟你说什么？我还没看到他，他被困在里面。对，所以那个最后才问他。哦，因为本是公休就在讲妈妈，然后我觉得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一些跟家里的一些关系有被很正面的影响到，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可以拿来谢谢全天下的妈。是有奖金的，应该请大家吃饭吧。请大家吃饭应该剩一半了吧。就请该请的人，请该请的人。那剩下的就，对，因为我刚好说就是有粉丝，他们为了他们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今年给我的生日礼物是捐了一笔钱给那个一个狗园。那狗园现在面临那个。找不到地方搬家的状态，对，但我不是很想要在这种场合讲这个。不过可以的话，真的会觉得有剩多少拿去捐给那个狗园还不错了。好棒，好棒，有爱心。都请，都请，都请，全部来，全部来。但不要访问我，不要访问我。不会啊，不访问，一杯可以。你出钱，你就老大。啊。好，先看起来。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